好啦，我今天就在这下播吧，拜拜，大家晚安了，拜拜，祝你们端午节愉快，拜拜。啊，我的包包里面有粽子哎。发了粽子，我忘记吃了，在这里。你看，我没下，我只是去拿粽子哎。今天还发端午礼金，就是我们端午节的奖金，就会写在上面拿多少。为什么端午不能说愉快？要说安康吗？谁说？谁说的？粽哦，肉粽，好像是干贝粽吧。你的粽比我大，有多大？北粽、南粽、北部粽吧。它好像是写北部粽。打开来看看，怎么打开？再打开我要怎么？我就要吃掉了耶！我现在不饿。还蛮香的，可是我不饿，我刚才去聚餐。你们是想看看里面长什么样子吗？好，我来把它打开看看。看，看得到吗？要看得出来什么动吗？我也看不出来什么粽，有花生在里面。是不是我感觉那种干嘛对我的奖金有兴趣的？好，我打开给你们看我的奖金。你们端午奖金是怎么拿？拿多少？你们有发端午奖金吗？扑克牌，看它出来是什么游戏吗？拿一张给你们看，500万银票，最好是。你看这什么游戏，看得出来吗？
看得出来吗？你这个抽屉里面不就有上千万种可能？他那个只是纸，好不好？又不是钱，他只是告诉我给了我多少钱而已，是有点像银票哎、欸。他那张那个薪资单真长得还蛮像银票的。对啊，这是我们不是大富翁，他是麻将游戏。他拿的是扑克牌跟麻将。康熙来了，哎、欸，很厉害耶，真的，他是那个耶，那个康熙来的那个人，叫什么、啊？叫什么？康熙，康什么？叫什么名字？他叫明星三缺一，这个游戏叫明星三缺一。对，没错，他们把明星化成人物上去打麻将。雾中仙，怎么看到雾中仙抽烟？谁？吴宗宪。对，我们这次有请吴宗宪，那这上面好像没有到东西。对了，什么？小 S， 小 S 之前有写有请。我收不回来了，糟糕！明星三缺一不是很久很久以前的游戏，他现在很红哎、欸。我们公司靠明星三缺一赚超多钱的。他现在有改版，所以玩的越来越多了，好厉害！所以你没有玩过明星三缺一吗？真的吗？真的假的？这个是我的宝物。我的饰品都放在里面，看，就是我上次小龙女，她小龙女别的那个耳环那些东西，好像没什么。哪个公司 ？IGS 有听过吗？早期有曾志伟。好像是哎、欸，所以你们有听过？真假的？有带上去吗？你听过黄绮？带货主播没有啊？你们要跟我买东西吗？要买什么？真假的？你喜欢玩麻将哦？有啊，有人跟我说带货主播很赚，但是我不会啊。要带货什么？要买什么东西啊？而且我前阵子买了一个睡衣，就睡衣送这个，你们猜这是什么？看出来是什么吗？这是眼罩，就买睡衣送眼罩，根本不可能戴啊！为什么戴了眼罩？晚上关灯了呀。厉害哦！一个臭皮匠居然猜对了。我估计芊芊做带货，他买的比粉丝还多，真的哎。眼罩不该是黑色的吗？就是说啊，他为什么要给我这个眼罩？谁会戴啊？
真的有遮光的效果，超亮的。明星三缺一，我玩的版本有吴君如、周星驰、小 S、曾志伟，还有几个不认识的台湾明星。是哦，应该是很久以前玩的吧？这个游戏其实很久了，只是最近又开始他们有在打广告什么的，而且一直他们都有在找一些新的明星。是我自己把自己挟持，无关他的事，都快忘了怎样。对啊，现在好像是胡瓜，还有吴宗宪吧？吴宗宪好像去年了。心疼我的更应该明白，现在是胡瓜，他们最近找胡瓜，替他多赚点。就让我陪着练完，我没有替公司多赚点，我不是明星三缺一的。期待梦完醒来再去收拾残骸。你说你玩的时候有吴宗宪是吗？吴宗宪最近的耶，你们公司放几天？四天。啊，蔡康永，对啦，刚刚那个就是蔡康永，你很厉害耶。黄西不是有来一阵子的吗？你怎么了？一个臭皮匠怎么了？会沉醉个痛快，就让我陪他练完这场爱，只求心花终于盛开，就没有期待梦完醒来再去收拾残骸。如果不是去理智，爱情要从何开始？傻傻的骗子和别人的傻子。对啊，我都还没挂机就跟你们聊天，我把东西传一传。我有武学全书哎，王家里站啊，拍开好了。营养兑换券小，这什么？坤阴石，迎财神红包，清心药剂。我去丢红包好了。我不会闽南话啊，我讲过你都不记得了。襄阳之战什么？你叫我去打襄阳之战，襄阳之战什么啊？好啊，我等你，我要在西夏丢哦。你们想要捡红包真的吗？可我只有两个哦。两个可以吗？河南话，我还真的会几句耶，以前我奶奶会讲几句。今天开了吗？为什么这么多人在这啊？他们在干嘛？上来了跟我说
等我的红包，你们上来了吗？少帅，哎，黄旗到了啊！那我要丢了哦，可以吗？我要丢了，可以吗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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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们都不讲，到底可以没？你们都不回答，到底上来没？好，我丢了。我拿到什么？大年初一，还很久哎，现在才六月耶。有没有别人要丢啊？有别人要丢吗？两个红包，请十个人抢。抢到我红包的会特别幸运，因为我就只有两个。黄芪怎么这么甜？那人嘞？黄芪去哪了？在这里。他的两个僵尸站的运气好好哦，我也想僵尸站的。你看我的实战超低的哦。我实战才这样哎，24亿版本实在没有用，有啊，可以在排行榜上哎、欸。我要实战啊，但实战我不能交易吧，对吧？至少要达到40亿，40亿会比较强啊。下次再跟你们分享其他的抽屉。第一个都是指甲油，我的抽屉很可爱哦，我会把它弄得一格一格的。好啦，我要去冰我的粽子了，拜拜，晚安啦，拜拜。黄芪什么时候来的？晚安啦，拜拜。这个有没有晚安呢？没有，只有恭喜恭喜，拜拜。拜拜，今天要出发。